敷上这个凝胶之后，我们照光直接按下去，15分钟的红光，我们马上退红，一拿下来，哦，皮肤干净要死，超雪白。大家好，我是彩妆师寇瑞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我的彩妆工具们。我个人呢，因为我非常非常懒得收工的时候东西要叠回正常的地方，所以我的东西都会分门别类。就是我最推荐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旅行用盥洗四格袋，然后这里面我就可以放杂物啊、睫毛膏，然后眉毛区跟这个笔区，所以这样一次这样摊开，然后结束之后丢回去，马上关起来。大家知道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每个工作场合不一定灯光都这么好，我们就需要准备这种东西。有没有？哎，直接这样控制起来，然后还可以变换灯色，有没有？各个场合你都可以用到。然后像有一些比较乖巧的模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这种镜子给他们看。然后这镜子的光就是非常强烈。但是你知道有遇到一些机车的客人的时候，你不要拿镜子给他哦，因为他会这样，你画一下，然后就这样看一下，啊你画一下，啊看一下，就想。而且我现在要推荐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这个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段不要给我剪掉哦。王银桥烫睫毛器，这个是地表最强的烫睫毛器，没有其他了。然后很多人就是你知道睫毛都不夹翘，然后就睫毛膏涂得很浓很长，在你每次眨眼的瞬间的时候，你的上下是这样一直碰在一起，碰在一起。当然每一次都是一次脱妆啊，大家有记得？你看，眨眨眼睛试试看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你看一直碰到，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你睫毛夹起来，即便你不会用烫睫毛器，你也是要用睫毛夹夹起来。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超级推，就是呢这个东西救了我好多次命哦。你知道我们遇到很多很多人他是会过敏的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拿出一些比如说这种啊抗过敏的这种喷雾，或者是你会拿出一些什么过敏用的凝胶来敷，跟你说太慢了，敷上这个凝胶之后，我们照光直接按下去，15分钟的红光，我们马上退红。直接我这时候先做头发，哦，你就头发做到一半，然后差不多15分钟，然后 OK 一拿下来，哦，皮肤干净要死。早上来的时候大家脸都肿肿的，我就会直接用那种叫电波拉提机啦，直接把它开到最强这样，然后电它，你知道吗？先让他脸整个这样歪掉，这样歪掉，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脸开始变瘦了。这时候呢，你再帮他上什么妆，他就会安安静静、乖乖巧巧。要怎么画好眉毛？我觉得很简单啊。我现在一般出现在路上的女生居多居多，大家已经会画眉毛了，眉形大家其实我觉得也教了七七八八，大家应该都会了。可是很多女生她都不会把眉毛的那个毛色染成跟她的眉笔颜色一样，所以很多人都是后段是咖啡色，前段是黑色。我告诉你们，大家染眉膏真的去买起来，不要再当后面一叠、前面一叠那种女生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因为最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东西，拉卡的眉胶。然后它很厉害哦，它是你眉毛的指挥棒，你指到哪，它眉毛就会到哪，所以你的眉头就会这样爆炸的翘起来。哎，它最近你知道真的很厉害，它们本来是透明的，后来又出了黑色跟咖啡色，所以你爱什么颜色它就有什么颜色。我跟你说，保养诀窍就是，如果你今天保养想要保养的好的话，凝胶类型跟精华液产品这两个东西先丢掉，因为你们就不会去选择到底会不会起屑跟斑驳，那就不要让自己有这个选择的机会。一般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化妆水，像我啊，贵的我都不买，我都用这种，你知道保养那种一大罐，然后599这种用保湿力最好的化妆水，然后再加上保养油或者是化妆水像乳液，这样保养就已经很完善了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帮我们按赞加分享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 Vogue YouTube 频道的话，赶快订阅起来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